你多少人不知道啊？那我招到你了吗？想清楚再回答。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。奶茶我爱优乐美，美素佳儿原悦，三重自然原生力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回去睡觉。真的不再来一次吗？我刚刚真的什么都没感受到。赶紧睡觉去，晚安。小九九。你怎么下去了？我来工作呀。工作？啊，对，不是那个什么芯片大会吗？这么重要的行业论坛，我肯定得来学习学习啊。学习？你们杂志社不是没有名额了吗？我让关机带我来的。行吧，来都来了，好好学啊。就这么容易就过关了？小舅舅今天转性了？怎么感觉变被动了呢？我外甥女来了。你不是对他很感兴趣吗？要不要见见？秦乐之，我还没准备好呢。我这次是为了工作而来，下次吧。到了，新宇酒店，2410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出外勤吗？你怎么也过来了？受勤奋的政绩者的影响呗。我现在也事业心满满，打算勇攀事业高峰了。芯片大会这么重要的报道机会，我当然不可能错过了。有觉悟。对了，你知道吗？秦乐之也住这家酒店，我万一碰上他怎么办？酒店这么多层，没那么容易碰到吧？再说你不是来出差的吗？他总不可能也跑到芯片大会去吧？关机，出来玩啊！我出差了。下次吧。比尔山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让你对我不再忽冷忽热？
很高兴认识石总，我不太会说他们说的那些话，不过有机会的话，希望能跟你切磋，或者合作。有机会的话，一定。先走了。我这边结束了，现在回来。万一又跟我说起秦乐之怎么办？不接不接。我准备睡了，要和周公约会去了。这么晚了，你也快回去洗洗睡吧。晚安。郑书意啊，郑书意，你这简直挖了个坑，把自己埋了。哼。你不来一杯？不了。他今天肯定喝了不少，估计现在一听到酒字就该头疼了。嗯。我今天在酒局遇到易阳了。哎，打住！现在是休息时间，我听到这些话也会头疼。易阳确实很年轻，也很有魄力，确实是匹黑马。怎么了，石总？怎么今天对手机都这么生气？你跟哪个美女发信息呢？嗯。啊？嗯。和女朋友。啊？哎，快说说，是哪位勇士敢收了你这么难搞的一个人？等他想公开的时候再告诉你们吧。既然不能公开女朋友的身份，那怎么在一起的？怎么跟我们聊聊吧？对呀，跟我们讲讲石总的爱情故事呗。可能是错撩，撩对人了。错撩？那到底是谁撩谁啊？是撩对了还是撩错了？他撩我。撩错了也认了？嗯。他应该是后来真的喜欢上我了。哦。如此轻描淡写，如此羡煞旁人。光审问我了，你们俩的感情生活应该比我丰富吧？哎，你要说关季的感情丰富，那是真的。我一个孤家寡人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是吗？我们温柔博学的余教授，没人追啊？合适的吧？对我好像不太感兴趣，对我感兴趣的又不太合适。但是最近我也在想，感情的事情嘛，应该是双向的，所以不应该用解题的方式来找对象。嗯，感情应该是双向的。你这谈恋爱怎么这么八卦？以前怎么不见你这么关心别人的情感生活？看我干嘛？我可没有什么动人的爱情故事。这可不像你啊，这么不自信。说说吧，在谁那儿受挫了？没有的事儿。来，喝酒喝酒。爱是折磨人的东西，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。等一下，爱是我唯一的秘密，让人心碎却又着迷。你赶紧送他回去吧。走了，走。爱是我心底的秘密，让人心碎又着迷。
士，现在是8点整，我们来叫您起床。我醒了，谢谢。一晚上没睡好。这外甥女可真害人。吃过早餐了吗？吃过了，你呢？嗯，走吧。嗯，就这样稳住，一定不会碰到。我可以的，我才是主导者。对了，你外甥女怎么也来了？是来旅游的吗？她说她来芯片大会参观学习。哦。怎么突然想起问她了？哎，我关心关心你家人呗。嗯。秦乐之要去芯片大会，要是和他撞见，被实验知道我和他的关系，实验肯定会觉得我一开始接近他就是为了报复秦乐之。这要怎么解释呢？完全解释不了吧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昨晚换了个环境，没太睡好。休息一会儿吧。说你去府城了，你不是说你跟你爸在一起吗？完了，蓝牙自动连上。你爸爸？和我一起出门很见不得人吗？没有。哦，懂了。可以跳车吗？有人想跳车。你先进去吧。你不和我一起啊？我倒是想啊，但万一碰到秦乐之怎么办？我朋友来了，我去找他，跟他打个招呼。那一会儿报告听见。关爱25年，紧急避孕选玉婷。玉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卧龙坚果，坚果中的大队长。卧龙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都快开始了，还没看到秦乐之，应该是不来。小月，舒怡姐，你不是说你跟你爸爸去办事去了吗？哦，办完了。我有个朋友要来，我就跟着来学习一下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这不跟舒怡姐想到一块去了吗？我也来学习学习。舒怡姐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难道你不想让我来吗？有小月在，一会儿如果遇到秦乐之，我们就是2打1，有优势。就算实验加入，我们也是打个平手。我可太想你来了。等你回去以后，整理一篇报告给我。啊。这次的芯片大会来了不少半导体企业，我们的报道对象云创、乐安还有黑马都派了代表。还有很多业内的专家。哎，你找什么呢？我跟你说话听到没有？听见了。我舒姐，我去上卫生间，你先进去。哎，
大少。秦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啊。哦，我不是实习记者吗？我就想着多学习学习，所以我就拜托关机带我来了。你认识关机？关机带你？啊，我们是很好很好的朋友。怎么了？没事。那你先好好学习吧，我先失眠了。啊。怎么突然这么冷漠呀？他不应该喜欢爱学习的女孩吗？不让带，你先进。我们这边也会跟进报道的。好。我那边还有事，过后再聊。好。嗯。我先离开一下。毕记者。关总找我有事儿啊？我还有事儿，关总没别的事儿的话，我先过去。我是受石总邀请来的，我还是坐石总旁边吧。我出去买咖啡，你要吗？我正好要出去，一起吧。好你个石小燕，现在压力给到我是吧？哎呦，我的站起来有点晕，我一会儿再去啊。没事 ，OK 吗？好的，谢谢。你想说什么？你们不熟，这些都是巧合。那肯定没有我跟你熟啊。哎，你好，方便跟我换个位置吗？啊，行啊，谢谢。如果我做错了什么，可以让法律惩罚我。而不是把我扔到这个修罗场里。郑记者，哎，易总，不好意思，有人微信找我。厉害厉害，竟然和大佬们都认识，还坐在一起，以后采访完全不愁啊！我们金融记者圈当之无愧的顶流啊，感受到修罗场的气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嗨，石总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是有点频繁。大杯拿铁，加奶加糖。好的，稍等，谢谢。嗯，一杯冰萃咖啡吧。好的，稍等。
你好，美式四杯带走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易教授，哎，再帮我多加一杯，谢谢。好的。秦小姐，这么巧吗？易教授，你觉不觉得我们有些见外？啊？我是说，每次都叫你玉教授，很见外。那以后你可以叫我玉啊。嗯，有。可是你叫我秦小姐，也很生分的。嗯。公平点，你可以叫我小月。关进呢？啊？关进。哦。一到府城，他把我丢酒店就没影了。奇怪，他在府城难道还有什么牵挂吗？您好，您的咖啡好了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没事，有点苦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最喜欢吃苦了。本次芯片大会，半导体企业和专家齐聚，展商数量多达300家，行业论坛也有10多场，规模盛大，前所未有。而在本次芯片大会中最受瞩目的论坛，就是即将开始的毫米波技术论坛。哎，后面怎么说？山，毕记者，关总，论坛马上就开始了，怎么还不进去就坐？我们一起进去吧。我还要跟同事对一下后面的工作，而且关总的位置在前排嘉宾区，我在媒体区，坐不到一起。可以坐到一起，我来安排，你坐我旁边。不合适，我先去工作。需要我帮你叫一下关进吗？嗯，不需要不需要。你坐第几排啊？你千万千万千万给我弄个靠后点的位置啊，离我小舅舅越远越好。我坐媒体区那边。我坐第一排，偏右一点。论坛快开始了，你快进去吧。秦时月啊，秦时月，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以爱为引，由特仑苏冠名播出。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。随着 5G 的移动通信、卫星通信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民众都感受到了毫米波的力量。下面让陈教授给我们分享一下。毫米波频段没有太过精确的定义，通常呢将30到300千兆赫频域电磁波称为毫米波，它位于微波与远红外波相交叠的波长范围，因而兼有两种波谱的特点。毫米波的理论和技术分别是微波向高频的延伸和光波向低频的发展。毫米波技术呢在各个领域其实呢都有广泛的应用，随着 5G 的移动通信、卫星通讯等的普及，越来越多的民众都感受到了毫米波的力量。此外呢，相控制到毫米波系统可以与现有的光接入基础设施，这样晶体的眼睛，每只眼睛里面呢还有许多小眼睛组成，
可以搜索追踪和测量目标，以帮助实现成本。以前更多是运用在一些军工的领域，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它更广泛地应用在民用市场。毫米波相控阵设计的，谢谢一子。举手之劳。电气路由数据和时钟分布，你要是还有哪里不懂就做好标记，我可以慢慢讲给你听。随着频率和阵列大小增加而加剧。我以前做过助教，还是有点教学水平的。这些词大会手册上都有解释，好好听，别错过关键反应。这就会导致更高的功耗。以上呢就是我和大家的分享，谢谢。非常感谢李教授的精彩发言，下面我们请半导体企业广芯科技的陈总再为我们讲一讲，大家欢迎。光子辅助毫米波相控阵芯片可用于 IBER 到毫米波的链路，在这样的系统中通常需要在集中位置处理基带信号。你又怎么了？并使用光学光纤来。这一程结束之后我想回一下去。怎么了？我受伤。将设计一种集成光子辅助毫米波相控阵发射机。大了跟我说一声。使用光学异调原理产生毫米波，你要喝酒店。利用低损耗可恢复光子网络，进行光束的形成。我正好也回去拿点东西。另外呢，在这里我有一个观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认为，数据流直接从通过光波传播的传播，我送你回酒店。传输到毫米波载过。笔记本和录音笔给我，回去好好休息。适用于通过毫米波链路的低功率紧凑的无线电头。谢谢大家。这个在电路层面，毫米波相控阵设计的挑战呢，包括电气路由、数据。感谢李石才教授的慷慨分享，让我们稍事休息，下半场见。我去打个电话。好，施总。所以郑书意是和你一起来的。嗯，他怎么了？他人不太舒服，先回酒店了。他娇气得很，下午应该也不会来吧。石总，您送到了吗？怎么样？已经送回去了，但我看他从前台拿了一盒止疼药。止疼药？中午的饭局代替我去一下。怎么又是我？我还想赶回酒店跟孔楠视频呢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打算一个人自生自灭吗？他是知道我病了，专门回来看我的。怎么了？我疼。哪儿疼啊？哪儿都疼。其实也没有那么疼。你哄我两句就好。怎么哄？你就说怎么还没上天就看见仙女了呢？
睡吧，我就在这儿。仙女，他好像还真准备就待在这儿了，也好，至少不会疼得喊天喊地的时候没人应答。你到底是头疼、胃疼，还是哪儿疼？那个疼。以后注意点，别穿短裙了。臭男人到底会不会安慰人？你以为我穿短裙是为了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好看。不穿短裙也够好看了。嗯？嗯，睡吧。家里养宠物了。喂，妈。咦呀，干什么呢？接电话这么慢。午睡呢。大下午的怎么在睡觉啊？没什么，困了。没什么事儿，那你怎么不去找人家玉游？我大周末就不能休息休息吗？一起去吃个饭看个电影也是休息啊。最近不是上了一部那什么爱情片吗？我看你表妹啊那些都在发朋友圈，你们也去看看呗。妈，其实我有。你等我过年回家跟你说行吗？怎么突然又要过年回家再跟我说？你要是真不喜欢呢就跟妈妈说，妈不会勉强你的。是是是，我真的不喜欢那一款。那你告诉妈妈，妈妈再给你物色物色。我不是给你发过照片。家里催你相亲啊？没有啊，我妈让我挑一只狗。那你喜欢哪一款？我喜欢乖一点的、听话一点的，就中华田园犬那种。郑淑仪，你一天天的真的让人很头疼。那我分你一点止痛药啊。睡不睡了？睡，我睡。你3点钟不是还有个会议吗？你先去吧，没事儿。那你有事给我发消息啊。嗯，走了。喂，石总，李学才教授现在赶着要走。过来了吗？知道了，马上到。好饿。
珊珊，嗯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病了，过来看看你啊。你这是真病了还是？啊，请指开车。我来例假了，怎么我都晕过去了。你有止痛药吃了吗？嗯。不会再来围观我吧？陆小姐，您点的餐到了。我没点啊。您这边不是2406房间吗？哦，是我，谢谢。陈啊，我能感受到你们的诚意。石总呢也很忙，看这个点，我再不走的话赶不上高铁了。那咱们下次啊，拜托您再等等，石总马上就到，待会儿我可以送您去高铁站。石总到了。李教授您好，我是石燕。你好，石总。抱歉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久仰李教授在毫米波通信方面的建树，非常期待与您沟通，得到您的指点。薛总谬赞了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是整个研究团队的成果，大家不鞠躬，推我做代表。哎，惭愧惭愧。李教授谦虚了，听说您要赶高铁是吧？是，不如让我送您一程。那太谢谢了，我们路上聊。请。谢谢老板。谁是你的老板？这小舅舅可以啊，够贴心的呀。不是贴心，是太贴心了。他找人送我回酒店，后来自己也回来了，一直陪着我到我睡醒。他这是往24孝好男友的道路上奔去了。可他对我越好，我就越觉得不安，觉得对不起他。珊珊，我出发来阜城那天，月星哲来找我了。他还敢主动来找你？不会是要求复合吧？你可千万别鬼迷心窍啊！我不会，只是他那天跟我说，我是为了报复他才接近实验的，连他都这么想。要是实验知道了我和他外甥女的关系，肯定也会这么想。与其等他外甥女告诉他，让他瞎想，不如我现在就跟他坦白清楚。你现在跟他说肯定不行啊！你想清楚。你们俩才在一起没多久，你现在就告诉他当时是为了气前男友，他能接受吗？他肯定觉得自己是冤大头啊，然后就及时止损，要跟你一刀两断。可我现在和他在一起，真的只是因为我喜欢他。我相信你啊，但现在问题是实验信不信你，他是不是能忍受你的欺骗，是不是非你不可？如果他知道以后要跟你分手，你又是否能接受失去他呢？如果分手，你的电子看又怎么办？我知道后果很严重，我就是不想再骗他。听我的，再等等，现在不是合适的时间。等他爱你爱到离不开你了，再和他坦白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？李教授，我虽然不是技术出身，但是我和乐安的陈抗有个一样的愿景，那就是制造属于中国自己的芯片，所以就投资了乐安。眼下乐安正遇难关，所以我迫切的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指点和帮助。几年前我见过陈抗，小伙子意气风发，带领着团队一心搞技术，令人钦佩啊。所以如果能帮到他和乐安，我一定尽力。您，我以为，没想到我那么爽快答应吧。前段时间啊，
我看了他的一篇专访，他这一路走来啊，挺不容易的。你们年轻人都很勇敢，相信你们的愿望很快都会实现。多谢您的慷慨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我希望李教授您的实验室可以和洛安合作，共同突破这次技术难题。说实话，我并没有十分的把握，不过我可以带我的团队来乐安学习交流，然后再看看能否帮上忙。志同，你觉得呢？当然，多谢李教授。那我和陈康就在乐安等您了。好。石小燕，你这么聪明，不如教教我该怎么办吧。陈学长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工作呢。那我长话短说，是这样的，我下个月呢，要结婚了。真的？这么快？快什么呀？我都谈了两年了。婚礼定在大年初四，你来吗？我来啊，当然得来。哦，对了，怎么了？我前段时间看朋友圈，发现你跟岳星洲好像……我也不是打探什么，就是我想，大学时候他跟我关系也比较不错，然后……你没关系，你邀请吧。哎呦，这有什么的？我们俩的事不该影响到你。啊，我知道。我早上给他打电话来着，可他现任好像也在，说是一起来参加婚礼。